请掀开经本，轮观第十三面，倒数第五行，第四，论不思议方便用者，从这个地方看起。这是玄义的第四段，啊，论用。我们把这个文呢念一段，准经，准经就是根据这一部经典。佛告地藏菩萨云：“吾于无着卧室教化刚强众生，令心调伏，分身千百亿广舍方便。”这个是地藏经的经文，着重在方便这两个字啊，因为他说不思议方便为用啊，本经的作用。那么下面引的全是本经经文。又告四天王云：“如是菩萨啊，如是菩萨就是指地藏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啊，这里头又说了方便，是又告地藏：“如许百千方便劝世等人。”啊，这第三次提的方便。又云：“菩萨以方便力拔除根本业缘。”啊，这第四次说的方便。又菩萨方便力故，时令解脱。那么是第五次。地藏自愿：“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等。”这总共的时候讲了六次。所以青年法师以方便再加上不思议啊，不思议方便为本经的利用啊，这个是有根据的。所以故以方便为精进之用也啊，精进就是本经。方便两个字怎么个讲法？下面他举天台大师解释，青莲法师是天台宗的弟子，所以注释本经呢多半用天台教义。那么智者大师说了三个意思，第一个是方，是方法啊，便就是用，说巧用诸法随机立物，这叫方便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方便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所说的最恰当的方法，最合适的方法啊，最合宜的方法，就这个意思。方法用的不恰当，那就不有方就不变啊。以佛法里面的说法呢，就是契机啊，契机就是方便。
自己修学，一定要齐自己的齐，才不浪费我们的时间，不浪费我们的精力。我们在短时间呢，能有成效，帮助别人教化众生呢，亦复如是。总是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精力收到最大的效果。那么这种方法呢，就叫做方便法。第二个讲法呢，这个方便呢是讲门，门明能通啊，通于所通，方便全略为真实作门，真实得显呢，功有方便。那么这个方便意思呢，是指的法门。法门很多啊，佛说种种法门，诸位都要知道，都叫做方便门。八万法前法门，无量法门，都可以设置为方便门。门是能通的意思，通到你希望达到的地方，所以佛家称之为法门，法门也是方便，所以方便呢是全略，这个诸位也晓得，全是善巧方便的。全巧啊，由此可知，这个法门不是真实，但是它能够通到真实。由这个门径呢，你能够证得真实，给真实做门嘛。但是诸位要记住，给真实做门。门并不是真实，所以《金刚经》上才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这个道理。佛法是给我们做正得心性的门径。如果我们执着佛法，你就不能证得。这个才说要立言说相，立文字相，立名字相，名字是名词术语，立心缘相，你才能够证得真实。真实的显，这一句话在禅宗里面就是大彻大悟，在教下呢就是大开圆界，在净土中就是离一心不乱，在密宗里就是三密相应，显了功有方便了。你没有方便门，你没有办法证得。所以诸位要晓得，法门是讲经说法，这是法门。长时间的熏修是方便，没有长时间的熏修，不能一门深入，真实是决定显不出来的。真实在哪里呢？
就在当下了，没有离开当下。啊，一真法界在哪里？不是说离开我们娑婆世界，另外去找一个一真法界。啊，离开我们现在现实世界，啊，去找一真法界，找不到啊。我们现实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你为什么不能证得呢？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不能证得。啊，华严出现品佛说的好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智慧是能证，德相是所证。啊，德相是什么？一真法界嘛。一真法界就是德相啊。啊，但以妄想分别啊，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是佛把佛跟众生的差别一语道破。佛为什么成佛？众生为什么做众生？佛为什么住一真法界？众生为什么住无着卧室？这真相说清楚了。众生因为有妄想，有执着，这当中还有个分别，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住无着卧室。诸佛菩萨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住一真法界。啊，这个是等于把修学的总原则、总纲领告诉我们了。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方法，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断掉？断掉妄想、分别、执着，就成佛了。啊，那么也可以说，你能够断一切执着，你就证阿罗汉果；你能够放下一切分别，你就是菩萨；你再能把妄想断尽，你就成佛。就这么回事情啊。最严重的是执着啊！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学佛从哪里学？学一切都不执着。啊，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没有一点分别执着，有一点分别执着，就不是随顺了。啊，随顺里头还讲恒顺。啊，恒是无有穷尽的，啊，不是暂时的随顺。永恒的随顺，啊，在一切法里头不分别不执着，啊，这个就叫佛法。
于佛法当中，我们研究教理，我们念佛修行，如果有分别有执着，给诸位说，这都是世间法啊。世法跟佛法的界限在哪里呢？就是一个有分别有执着，一个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穿衣吃饭都是佛法啊。所以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呢？只要没有分别执着，法法皆是啊。尊门所谓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呐。啊，源是什么呢？源是自信。啊，一念心性，那是源头啊。啊，左右逢源就是左右都见性的。啊，法法都见性。只要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见性啊。所以这个教学啊，法门是教学，这是方便，功有方便啊。教学要达不到效果，那就不是佛法了。无论什么法门，教学能够达到效果，没有一法不是佛法。所以佛家很开明啊，没有执着。佛不是说只有佛会说法，在经上讲五种人说法。这外道也能说法，只要说法说的能叫人开悟了，那就是佛法啊。那个人就是佛菩萨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法并不讲究形式啊，它讲究实质啊。这个我们特别在华严里面看到啊，本经里头也有啊，你看看，地藏菩萨的前身婆罗门女，婆罗门教的信徒啊。再我们看，他不是佛教徒，他是婆罗门教的信徒啊。婆罗门教的信徒，他也听佛的话。他也依照佛的法去做，他开悟了啊，他也证果了啊。他并没有舍弃他婆罗门教，他还是婆罗门教的信徒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圣热婆罗门，那是婆罗门的长老啊，是婆罗门教里面的大师，那不是信徒啊。啊，他听佛讲经说法，他开悟了，他行菩萨道啊，还是以婆罗门教的长老的身份。行菩萨道啊，佛并没有叫他啊，你要舍弃婆罗门教啊，你在形式上要做个佛教徒，没有。这一点我们要懂得啊，这一点现在所讲的多元文化，佛在经上讲的，头。
同不爱异，异不爱同。啊，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这是真理，这是事实真相啊。啊，同是什么呢？觉悟，同觉，彻底觉了宇宙人生真相。啊，四相上可以各个随着自己的缘去实现，去表演。啊，才形成这个社会，法界多才多姿啊！啊，我们今天讲真善美慧，啊，多才多姿。如果我们在这些形象上执着，啊，一定要这样，是佛教徒，啊，那是外道。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外道，心外求法嘛。啊，我们说他迷，我们自己已经迷了。啊，这个是许许多多学佛人一生不能够契入佛境界，不能够入佛之境，原因之所在。就是分别执着，啊，最怕的，我们穿上这个衣服，走到哪里，我是老大，啊，所以是方袍圆领一穿呢，就是人上人。人家见到我们要合掌称上人，其实我们有上人之名啊，实际上是下人啊，不是上人啊。啊，贪嗔痴慢妄想分别执着，一丝毫都没有减少。啊，求人家恭敬供养。将来拿什么去还人？我们看看诸佛菩萨在定见上看，对待一切众生那么样的谦虚平等的恭敬，我们没有留意，没有放在心上，没有认真去学习。学的是功高过慢，啊，轻视别人，啊，这是犯了大错误啊！啊，所以学佛学道从哪里学起？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礼敬诸佛，从这学起。啊，哪是诸佛？一切众生是诸佛，不但有情众生是诸佛，无情众生也是诸佛。一切众生呢，并不是只讲有情呢，无情也包括在里头。啊，我们在华严上看到，啊，讲的这个无情的众生。桌子善知识，板凳善知识，香炉善知识，蜡台善知识，这是讲无情众生。啊，无情众生怎么说称得善知识呢？法性上说，表法上说。啊，我们从表法上觉悟了，那他就是我们的老师了。他就是代表一个法门呐，啊！我们看到一株蜡台，燃烧这株蜡烛，一看，心里觉悟了，
啊，应当燃烧自己，照耀别人。我们曾经学到了啊，照耀别人是为别人服务啊，牺牲自己为别人服务啊。这从蜡烛论学来的呀、啊。啊，从香炉上也学到这个意思啊。啊，你看看那个香，香是用香味供养人，蜡烛是用光明供养人，尽自己的能力供养一切众生，表这个意思。我们能这个意思，那蜡台怎么不是善知识啊？那香炉怎么不是善知识？当然善知识啊！啊，以自己的本能，全心全力供养一切众生，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没有任何条件。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悲惨世界，看到这个世人这么多的苦难，啊，如何帮助他呢？讲太深的道理，他不懂啊，也没有那么多长的时间，他来学习，偶尔接触，几分钟。几十分钟的是这个时间，啊，我们要把最重要的东西，他能接受的东西传递给他，啊，什么最重要呢？爱心最重要，啊，平等的爱一切众生，这里就决定不能有高下了，无条件的施舍啊，这个施舍用现在话叫服务啊，帮助别人，无条件的服务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付出真诚的爱心，每个人都能这样做，天下太平啊，不能讲的太多啊，没有那么多时间讲的太多，最重要就这两句话了。啊，我们劝别人，我们自己本身要做到，做不到劝别人没用处。人家说你只会说，你自己都没做到。啊，我们自己要做到，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言说是法门，做出样子也是法门。言说是方便，做出榜样还是方便。啊，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比前面一个意思深。第三个意思讲得更深。方者密也，辩者妙也。这个浅深的确是随着自己修学境界不同，啊，你体会的不一样啊。啊，密不是秘密啊，给诸位说佛法里头没有秘密啊，那个秘密呀，总不是好事情啊，见不得人才秘密吧。佛法这个密是深密，理太深了，事太广了，一般人没有办法理解啊，必须要长时间的教学熏修啊，参悟，逐渐逐渐才能理解啊，是深密啊，它不是秘密啊，辩是妙。妙是巧妙啊，善巧，就妙大于方啊，即是真密啊。
后面说，前面两种解释意思浅，最后这个解释才是精品之意。所以清莲法师跟我们说的是，不思议方便为用啊，这个密呢就是不思议的意思。啊，本经的作用啊，无量的深广啊。当然这三个意思后面包括前面，前面不包括后面。啊，经的真实的作用，那真是第三个意思。但是，显示在形象上，是前面两个意思。啊，何以有前面这两种作用呢？这两种作用啊，都是从第三个作用里面生出来的。啊，我们也知道啊，也晓得这个意思。啊，像前面所讲的，巧用诸法，随机立物。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啊，这么两句话，就是切机切理。啊，我们戒引一切大众，很希望做到切机切理，而实际上我们做不到。啊，我们也知道啊，佛有无量法门，门门都能帮助人明心见性。啊，所以《般若经》上讲，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而我们在一切法门里面，依旧有高下，依旧有前身。有很多的差别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们对第三个意思没有透彻。啊，妙达于方啊，这一句没透彻啊。这一句透彻之后啊，法法就圆融了。啊，那么妙达这两个字，达是达到啊，妙达就是宗门的明心见性。啊，所以他这个方啊，这密，密是自信呐、啊，在有情分上啊是佛性的、啊，无情分上是法性的、啊，啊，佛性跟法性都是自信啊。你能够见性了，那当然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性才是真密，真正的生密。啊，那么前面两个，无论是你自己修行，或者是你教化众生，你都能够真正做到善巧方便。啊，自己修行有善巧，功夫得力。啊，
烦恼轻，智慧长，一定道理。烦恼天天在减轻的，智慧是天天在增长。所以你在修学过程当中，也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发喜充满。步入这个境界，我们的生活总在烦恼里面，忧患。同样生活，感受不同啊！一个是充满了法喜，一个是充满了忧患啊！这是迷雾不相同啊！我们把下面的文念一念。说一口具足用彼三意，虽然说三个，实在讲一二三，三二一，刚才讲的厚厚胜于浅浅，后面可以包括前面。例如为魔所说，方等初开，故谨惜作进退之事，容于去门迷之谈啊。谨惜是天台宗祖师，进退之事就是前身的解释，我们常讲经典可以深讲，可以前讲，可以长讲，可以短讲啊。但是你自己不切入这个境界，你就没有这个能力啊。入这个境界就有这个能力啊。所以这个讲演是好的，活泼的讲经不一定是在台上啊，注释不一定是注释全经啊。平常我们接触人谈话，记住都是讲经，心里念念帮助人觉悟，没废话。释迦牟尼佛一生一句废话没有，我们跟人通信往来，写信就是注解经啊，就是给经做注啊。我们要学经教，就在生活当中学啊，日用平常跟人家接触，言语的接触，文字的接触你这样学怎么会学不会呢？你的进步当然快呀如果说立了讲台就不是讲经立了协助就不是助经，你这个学教你到哪一天才能学成就？一辈子都成就不了啊！修学一定要落实在生活里头，修学跟生活融成一片，功夫哪有不得力的？我们在经教上看，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个个都是一片功夫成片
成片，就是跟生活融成一片，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处事待人接物，全都是佛法。啊，什么叫佛法呢？觉法，佛是觉悟的意思，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你说他多快乐啊！他们过的是觉正静的生活，我们不会，不会就过迷邪染的生活，迷邪染就太苦了。啊，觉正见是真落。啊，佛教给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话不是口号，是实实在在的。无论我们在这个世间是什么身份，是什么地位，是从事某一行业，是过的怎样的生活，啊，华严经跟我们显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过的是觉悟的生活，通通享受的大自在大圆满。帝王，帝王过的是大自在大圆满。乞丐，乞丐也是过的大自在大圆满。没有差别，你一聊就差别就大了。帝王大富大贵呀，乞丐贫穷下贱了，那就不一样了。物料是一样啊？为什么呢？物料都过觉正境的生活啊，觉正境是平等的生活。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快乐，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不思议。所以大乘经上常讲平等真法界啊，诸位要晓得，一真就是平等啊，不平等怎么能成为一啊？一是什么？一是心一，心怎么会一？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是一了。才起心动念，就落二三了。啊，这是佛法给我们讲的总原则、总纲领。啊，我们掌握到这个原则纲领，掌握到这个方向目标，我们的修学就不会走错路啊，不会走冤枉路啊。啊，忘失这个目标，你就免不了走上歧途。免不了要走很多很多的冤枉路，啊，吃尽了苦头，
你才能把方向摸到。啊，这个下面说，今地藏也然。虽诸迷妙之谈，毕竟门法之说啊。地藏菩萨当然他入这个境界啊，经典是大圆满的境界。我们展开经文，在第一品里面就看到佛放光啊，佛放大光明云啊，第一句大圆满光明云，这一句就把一切法通通含摄，那才圆满呢。这真是妙达于方啊！十二句光明云显示出大圆满，大经里面说的一解释多，多解释一，一多不二啊。大圆满是一页啊，说成十二句是多啊。我们初学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大圆满啊，从十二句合起来看，哎，意思能看到一点。啊，那么《地藏经》义理、境界深广无尽，字字句句都是称信之谈，但是经文并不深。我们看起来好像看故事，好像看小说啊，并不难理解。那正是前面所讲的法门啊，所讲的方便啊，是以很浅显的言说表达甚深无尽的义理啊。那么这个是显示出这一个经的大用啊。所以他这个地方说得也很好，三十显具，天台家讲的解释方便三个意思，本经完全具足，竖跨一经大义，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总跨总包这一部经的大义了。何以言之？量有地藏大师于沉淀借钱现身教化了，随机巧斗化用偏宜，法是法门，方是方便啊，这是最浅他运用的很恰当啊，啊，仪式恰当啊，现实实证全门可入
地藏菩萨教化我们，终极的目标也是帮助我们成佛啊。底下这两句话重要了，发菩提心曰赖也舍命，点如来藏于无明心中，是真妙大于法啊，即是法华真谛。菩萨教我们发菩提，菩萨给我们说如来藏，从哪里说的？就在妄心里头讲啊，真心里头没话好说 啊。我们今天发菩提心用什么发呢？还不是用摄心去发吗？啊，离开心意时我们就没着落了，我们无量劫来心意识做主，今天学佛还依靠心意识啊！无量劫来我们心意识在迷不觉，希望今天呢，这心意识能觉而不迷啊！我们在菩萨戒位上来看，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啊，用天台的来说，天台别教摄住、摄行、摄回向，都用的是阿赖耶识。登地呀，这才破一分无明，见一分真心。所以我们凡夫学佛没有办法立心一时啊。心一时用的正，就跟佛知佛见相应，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没有明心见性，要靠佛的指引啊，就要依靠佛法。经教就像一个灯塔一样啊，它给我们指点方向了，我们循着这个方向去走啊，就能够走到真实啊，达到我们的目的地啊。又告诉我们真在哪里呢？如来藏是真，真在妄中，真妄不二啊！觉悟之后啊，妄就是真啊，迷了之后啊，真在妄中《地藏经》如是，华也，法华，楞也，乃至于无量寿经，所有一切大乘经，何尝不如是？
可以说妙答于方。他用的方法很巧妙。今天的问题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啊。下面这一段所说的正是我们要发心学习的。说佛一毛一地一沙一尘，我见度脱实获大利。这个正是无上菩提心。毛是将我们身上正报的汗毛，地是微不足道的一滴水呀，一粒沙了，一微尘了，这都是形容比喻小事。世间人往往疏忽，没有关心到菩萨连极微细的小事都不放过，都不疏忽，念念呢都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众生开悟。这个大力就是开悟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菩萨是慈悲到了基础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事有没有注意到呢？这小事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可不可以做世间人的好榜样？就是这个意思。不能为世间人做好榜样，这世间法；能为世间人做好榜样的，这是佛法。不能为世间人做好榜样，是弥陷染法；能为世间人做好榜样的，是觉真净法。极微小的事情我们拿个毛巾擦个脸，擦完之后叠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放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一毛一地一尘一沙一尘不至于用完之后随随便便一把放在这里这是迷。菩萨不是的，菩萨要做好样子给人看不是为自己做的，为众生做的日常生活当中极微小的地方，你说没人看到，没人看到，有鬼神看到鬼神也要度他嘛。鬼神也是众生嘛。念念有度众生的心呢，念念有度众生的表现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这学做菩萨呢，学做佛就是学菩萨学佛
那么这是本经上说的，他这里对比跟法华经上讲的举手低头，居沙为塔，掀开小扇成佛细茶，小扇不宜大扇。小大不二，怎么能够疏忽呢？所以经上这些话都是讲的我们日常生活行为，所以我们要想想，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与人相聚，为什么得不到别人尊重，得不到别人的欢喜啊，到最后逼着走投无路，不可以怪别人，一定要回过头来认真反省把自己的毛病找出来，真正改过自新，你前途才一片光明啊！你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然后你才能教化他啊！你得不到别人尊敬，就是佛来了也没用处，他不尊敬你，他根本就不听你的，也不理你会这一套的，你就对他无可奈何，你也渡不了他。所以对人、对事、对物，一定要学着包容，要学真诚，要学慈悲。要有方便，更要有耐心。到佛菩萨那个境界了，不舍一人了。所以教育的成就，是把坏人变成好人，把恶人变成善人，把凡人变成圣人，这叫一成就啊！不是说这个人不可教了，开除掉他，这不行啊，教育不成功啊。世间教育跟佛法教育差别在此地啊！你看看我们看儒书，孔老夫子，举一隅，不宜三隅反。孔老夫子就不想教他了，就不教了。但是佛法就不一样了，佛十门中不舍一人啊，所以佛陀的慈悲超过孔老夫子啊，佛陀的智慧善巧方便也超过孔老夫子。我们对孔老夫子不能不尊敬，不能不佩服啊！但是他的教学还是有界限的啊。换一句话说，他对于学生他还是有条件的，佛没有条件，没有界限。我们看佛陀的弟子，再笨的人佛也收啊，佛有方法啊。像周立盘陀伽的完全没有记忆力的人啊，没有一个人不嫌弃他，佛还是收他。
这个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晓得，我们今天接触大众，没有能力帮助人，自己要觉悟。啊，为什么呢？我们自己德行不够，智慧不够，善巧方便不够，不能教化众生，回过头来要独善其身，修自己。这个是智慧的抉择，啊，不能说不能成就人呢，自己也毁掉了，那就错了了。古德所谓的不能兼善天下了，你就应该懂得独善其身。啊，我没有能力教化一些众生，帮助一些众生，我回过头来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我要成就自己。啊，我到极乐世界有了大成就，然后再来不迟。啊，我与这一切众生都有缘。啊，回过头来再度众生。不能自暴自弃，啊，不能说他不能成就，我这个时间精力也就这么糟蹋掉了，啊，我也没有成就，那就错了了。啊，有缘就要帮助众生行菩萨道，没有缘一定要懂得独善其身，啊，要在我们净中独善其身。就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是真善呐，啊！所以在从前道场大概都设得有下院，啊，古时候道场建立在深山里面，下院呢也是道场，设立在都市里面，接引众生的。啊，山上呢自己修行的。啊，山下呢都市里头呢是报答众生的。我们修行，受在家同修们的供养，对他不能没有回馈。啊，所以也派着人呢。到市区里面给他们讲经说法，啊，教导他们修行，啊，自己一定住在深山里面。啊，我这一次，啊，上一次，啊，在澳洲珀斯看到小城，啊，有二十几位法师，他们还是这样子，啊，他们的道场。在山里面，啊，距离都市开车大概要两小时，啊，市区里面他们也有个讲堂，啊，经常有两个法师住在那边，啊，他们是轮流住在那边，在那边讲经说法，很如法了，这中国老样子到那边还能看到啊。相当不容易啊！所以他们住在那个地方，我看了之后，我很佩服，我也很喜欢啊。他们在珀斯有一个大道场，听说可以容纳五六百人啊，这他们常常讲经的地方。这一次我到雪梨他们也有个小道场，那个道场太小太小了，啊，恐怕他们两层楼啊，总面积还没有我们这个教室大，
啊，这个小道场，雪梨的房子很贵，他们租的，一个月租金是1000块钱，啊，澳洲钱跟新加坡差不多。啊，做什么工作呢？做网络。啊，有2-3个法师专门在负责做网络。他告诉我，每一天看他们网络的有10000多人。啊，所以他也不是小乘啊，他也普度众生啊。我们网络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在他里头。啊，他打开给我看。啊，我们的网络全部在那里。啊，他那个里头内容非常丰富啊。啊，做得非常好。很有条理，有秩序。你再展开看一下的时候，都能令人生欢喜心。啊，我这一次在雪梨几个会员，他们都参加。啊，然后邀请我们去看他那个小道场。他们还能够保持古时候这个风范，我们应当要学习。啊，我们也很想学，没有福报啊！啊，现在在中国大陆，求化山本来是很好修行道场，啊，现在马路开上去了，观光客一天到晚，络绎不绝。想修行也没有方法了。啊，所以现在真正想修行啊，要找到很隐秘的地方就躲起来才行啊。啊，否则的话呢，啊，这来找你这些客人太多了，对你要修行是很大的妨碍。那么这些四根理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白。啊，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小善不可以不做。啊，极小的善呢都不做。啊，莫以小善而不为也。啊，小恶都要戒除。极小恶就成大恶了。我们今天是正好颠倒，因为小恶无所谓，啊，可以造作；小善，哎呀，这无所谓，何必去做它？啊，我们是小善而不为也，小恶是照做，所以道业不能成就。所以不能进步，原因就在此地。啊，古时候人他对小恶小善很重视。啊，小恶不做，小善肯做。所以人家成功是怎么个成功的？我们要多想想。啊，那么底下再说到此，说到本经，啊，宽呢，天公极重啊，即所获分身，素欲恒沙，文殊往测，一乘佛道者，何数树下分身？啊，那么这是在本经我们看到。忉利天宫集中，我们见到无量无边分身地藏菩萨啊，在佛前面的分身合成一身啊，分身是化身啊，
任何一尊佛菩萨化身都是无量无数的，《梵王经》上说世尊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诸佛菩萨的应化身没有一定形象，随类化身啊，像《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他于十方世界，十方里头还有三世啊，三世里头又有十方，重重无尽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样的身。所以诸位要晓得，佛菩萨没有身相，没有身相才能现一切不同的身相。佛菩萨没有法好说，无法可说，才能够应机说法。有法就很难切记啊，我们现在在外面应酬啊，人家要我们去讲演，先把讲演稿准备好，那是有法可说。不切记啊，那种场合你就大家就能很明显看到啊，啊，态度神情呆板了，不自然了，不活泼。那跟我们平常讲演完全不是一个味道啊。啊，那么这是便利什么呢？便利翻译。所以才做这么一个预备啊，实际上做预备就等于说大夫去给病人诊断，先把药方开好，带着开好的药方啊去看病。你们想想这个药方，那病人服了之后病人好吗？靠不住啊，那就碰运气了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在这个世界宗教和平组织里面的讲演我们也预备了，但是在那个场合当中完全没有用啊。那个讲演是发给大家做参考啊，我们当时听了各个宗教报告之后啊，我跟大家的谈话都没有讲稿，还是不用讲稿的好啊。所以我们初学的时候用讲稿，守住这个规矩，用这个方法来训练，最后的目标我们完全脱离讲稿。虽然脱离讲稿了，依旧不违背这些原理原则啊。如孔老夫子所说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啊。你给人说法，深说浅说长说短说，通通符合那一天讲座的标准啊。符合标准是善
啊，这个随意的称说是巧。啊，巧不离善，善不离巧啊！啊，这应机说法了，啊，这才是善巧方便。啊，那么下面说明，这是地藏菩萨慈悲，地藏菩萨的学生。做佛的不知道有多少了，他老人家还做菩萨啊！上住菩萨者，晚世地中永处啊！地中永处《法华经》，《法华经》上的公案，显示出菩萨大慈大悲啊！其实。在这种境界里头，我们凡夫分别有佛有菩萨有众生的，在他们里面完全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无佛无众生，那是他们境界。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我们毕竟是凡夫，我们还有妄想啊，所以这些话是对我们说啊。底下几句话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大师出假立身，以发菩提心为因，无缘大悲为根，无德方便为究竟立身，这是我们一定要效法的，要学习啊。出假立身，当然那是说他，我们哪有这种功夫啊？啊，对我们身份人应该怎么说呢？我们能够舍己为人啊，菩萨能够啊出家立身呢，我们能够舍己为人啊，不要把自己的利益过分看重啊。你比如现在也有一些法师说，等我修行正果了，我明心见性了，我才出来弘法立身。那你好，你这一生不能明心见性，这世间没说法的，我们也明心没有明心见性，好了，这个佛法在这个世界上马上就断掉了。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讲经说法了，也没有人敢出来讲经说法了，那维持佛法慧命怎么办呢？所以李老师的时候教我们呢，我们哪有资格去讲经啊？哪有资格弘法？没有开悟啊，还是烦恼的凡夫一个。但是要不做呢，佛法就断了。李老师教给我，如果有机缘，我们一定要做。怎么个做法呢？知道多少说多少。孔老夫子教我们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那我们知道一句讲一句，不知道的不要说啊，不可以强不知以为知，那就犯大过失了啊。我们不知道东西太多，学讲经自己没有开悟，怎么个讲法呢？讲古人的啊，讲别人的注解
啊，他教给我们这个方法。我们只要注解没有讲错，他注错了，他负责任，我们不负责任。啊，我们依照他的注解讲，没有自己的意思，你就不犯过失。加自己的意思，往往就有过失，就要负责任。啊，那个事情就很麻烦了。啊，什么时候才可以用自己意思呢？自己悟入了，我们讲开悟了。啊，圆融贯通。啊，你横说竖说浅说深说，说得自在了，行。没有到这个程度，完全依靠古人。啊，我们初学讲经，依靠古人的能力都没有，依靠老师。啊，完全复讲老师的。啊，错了老师负责任，我们不负责任。啊，初学用这个方法了。先学老师的，啊，第一个阶段，啊，这个第一个阶段，根基扎稳了，学古人的，然后才从古人著述里头脱离，自己真正入境界，这都叫方便门。啊，我们跟用老师的叫最初方便，啊，再用古大德的，从最初方便进入方便。啊，最后呢，完全不依照任何人的注解，直接依释迦牟尼佛的经文，那叫真实方便。啊，脱离真实方便，你自己就成佛了。菩萨还要依佛经。啊，所以是圆满菩提之后啊，啊，证得啊这圆教啊，究竟圆满佛，完全脱离经典，你所讲的就是经。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啊，怎么样依靠，怎么样子是往上提升，啊，这个对自己修学就有利了。